啊，陈小鹏，你给自己取个外号吧。啊，对，张信成在他们这里是叫什么？橙子哥哥。橙子哥哥是吧？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橙子哥哥，看他们认不认得清。我感觉他们都认不清。他们认得清。橙子哥哥，你怎么变了？他们认得清橙子哥哥。我试探一下他们。橙子哥哥，你变了。对，他们绝对认得清的，你必须得换一个。怎么变帅了，橙子哥哥？要换个水果吧。换个水果吧。龙叔，橙子哥哥。艾玛。Hello。冬米。Hello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千里你来了，我早就已经喜欢天带了。Hello， 哎呀妈，来，还记得我吗？还记得我吗？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橙子哥哥啊。我是橙子哥哥啊。我最想的是橙子哥哥。我是橙子哥哥啊。对呀、啊，啥呀 ？Hello， 婉清，我来帮你呢，记得我吗？记得，我是橙子哥哥，对不对？嗯。啊。橙子哥哥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橙子哥哥。橙子哥哥，我给你带礼物了。他们都以为我是橙子哥哥。你们看橙子哥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怎么样？橙子哥哥头发有点变了。橙子哥哥头发变了呀？嗯，一直变大了。橙子哥哥，我还觉得你现在还在给我们要魔法书呢。我觉得要魔法书，给你们变魔法了。橙子哥哥，橙子哥哥，橙子哥哥，带一个新的好玩的东西。橙子哥哥，这个送给你了。送给我？嗯，橙子哥哥，我觉得我行李箱里没什么可送的。橙子哥哥。等一下，来，我来跟你们好好的说一下，快点，你们现在仔细看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橙子哥哥变了呀？我当然觉得橙子哥哥变了个样，他声音也不一样了，我觉得橙子哥哥头发变了，橙子哥哥变高了。好，来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其实呢，他不是橙子哥哥，我不是橙子哥哥。这是我们的新朋友，叫泽远哥哥。橙子哥哥，你来啦！好开心呀、啊！我最想的是橙子哥哥。你先给自己先取个外号吧，让大家可以比较快的了解你。我叫汤圆哥哥，好吗？汤圆哥哥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我想给他起个名字叫猫咪。猫咪。猫咪，好，那我就叫猫咪。